大家好，我是小孙，今天给大家来看一下我收藏的冰岛克朗的钞票。好，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，首先这张是500克朗，然后1000克朗，然后2000克朗。这张2000克朗，特别特别少，已经不发行了，所以它的流通时间的也特别少。所以这张钞票已经涨价了，现在，也是差不多网上都是1000多块钱一张。好，然后背面，这是500克朗，1000克朗，然后2000克朗，然后画这个女性裸体的这钞票也，我觉得在世界上也算是特别少的。好，然后5000克朗。就差一张最大面值的1万克朗就全了，然后这是背面5000克朗。好，今天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您收看，期待您关注，我们下次再见。